君也好帅啊，好衬内，太帅了吧！哇，君也好帅啊！嗯，看什么看？专心约你们的会。快快快！没人吧？ 你终于肯听我的话，伪装一下了。有必要这样吗？我就这么见不得人啊？怎么会呢？你对自己的颜值这么有信心啊？当初我可是看上了你这张脸，还有一流的球技和智慧。多亏了你，我这次考试才能全过，说不定我还能拿三等奖学金呢。说吧，这次考试全过，要怎么报答我？我不是跟你发红包了吗？你想用金钱来贿赂学校董事？要不，换个方法。